方，落落大方，有请掌声鼓励，谢谢。有请我们杨梅基金前总部的总干事，也是我们谢谢为我们民进党的专家郑淑芬议员，谢谢，感谢您。谢谢两位主持人，现场有我们的永远的主席，我们的许信良许主席，以及我们的老乡长哈，我们李文贵哈，李前乡长，以及我们郭荣宗也是前乡长，还有我们会长哈，也是前乡长，我们黄金春会长，还有我们的议员哈，吴宝玉议员，还有我们的郭蔡梅议员，以及现场有很多位的与会贵宾。我想这一场真的让人感动哈，我从后台走到前台，看到满满的人潮，满满的期望、期盼的眼神，这么多的前几位的前辈，我们好多位的乡长都共同来支持我们世杰。世杰是我们杨梅第二选区最有希望、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人选。我想我在杨梅担任他的总干事，我看到他一步一脚印，看到他踏踏实实、很真诚地对待每一位选民，我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付出。我想今天距离选举只剩27天，非常短暂的时间，所以希望我们第二选区，希望我们观音地区能够大团结，好不好？淑芳是杨梅的女儿，但是我是观音的媳妇，我今天回来我们婆家，我爱护娘家的心跟爱护婆家的心都一样。我希望我们这个选区能够找到一位真正为我们这个地方人在心也在最优秀的人选，世杰代表的这个选区。我想世杰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世杰一直是我们共同的期盼。我们第二选区一定要全力大团结，一定要让这个进步的力量共同推上国会，好不好？好。在这边也要拜托，我们必须要让我们小英总统继续来连任，让世杰来当选，更希望我们所有好朋友让民进党继续来带领台湾，继续让我们台湾能够在国际上扬眉吐气，让台湾能够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我想我们这个沿海地带都是民主的圣地，都是民主的保卫战。希望这一次的选举，不管总统、立委还有政党票，我们一定要共同来大团结，共同来爱护台湾，让台湾继续来国际上来努力，好不好？好。在这边再一次拜托，世杰这一席非常的重要，也要恳托我们所有观音地区的乡亲好朋友，我们一定要让世杰拱上国会，让他成为小英最强的助手，让他继续带领我们桃园，协助我们桃园共同来大发展。尤其我们第二选区不能再落后了，第二选区一定要找出一个真正为地方来争取经费、争取建设、争取福利的好人才。我想世杰是我们最好的人选，我们共同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感谢各位再一次的拜托，剩下27天，我们每个人当世杰的分身，每一个人当世杰的后盾，让世杰在1月11号能够获得第一名，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各位，也祝福大家，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谢谢远在杨梅，也是我们父亲，但是他回娘家，他在杨梅是大出大力的人。我们谢谢我们的郑议员。紧接着，因为我们那个市长的行程有一段的时间快到了，所以说我们先来请热烈的邀请，在这邀请以前，吴宗宪市议员也来到我们现场，还有吴宝玉也来到我们现场，哎呀，看到那么可爱的人，对不起。